这个营养品是国家认证第一支汉方补骨的妙方，它是经过动物实验的结果推论，可能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，是台湾第一支国家认证的汉方补骨健康食品。吃了以后，你看我现在到这种年龄，在拍打戏，或是踢，或是跑，都是 OK， 蹲都 OK。一般像我这种年龄的人，在蹲是他是最没办法。它的里面的这个成分，蛇床子，它可以帮助补充骨质的成分，还有鹿角滋补强身，甘草滋润温和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黑豆，维持骨本的健康。其实蛇床子三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包括蛇床子素、欧钱胡素和香甘内酯，它其实经过萃取之后啊，最关键的是可以活化我们的成骨细胞，成骨细胞很像盖房子的功能，让我们的这个骨质密度跟软骨的部分它其实可以照顾得更好。